Minion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谁到了？没看见就一律说没玩过，好意思吗？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潘森一级其实可以应对。学了个彩，升个二。他还有一瓶药，我们虽然没药，但是我们血是满的。我先去对面野区查个眼儿去。没打红，你其实可以反一手。我是他不拉的，再见。螳螂是不是把蓝波的红打了？挺好。来个这个。来个耀光，我们没有1100，正常回家1250块钱是最舒服的。女神之泪，耀光加一个小血瓶。什么都有了。潘森他没有闪，저를처치했습니다。一打不溜，咦？아군을타겠습니다。这炮车被拿着，属实是有点闹心。你老跟谁抠抠抠的？就你会抠。就你会抠。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你给我把E交了，你这不死了吗，老弟？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
你说他带个征服者，他又不硬拼，你带征服者干嘛？吃一手塔皮，我们无敌。完了，塔皮吃不到，没得用啊！你还能扎死我呀？我往右边走，你咋办啊？你像个精神病似的，你看你。这他妈的，原来他是有别的意思啊！原来是身边有人。原来他是有备而来，他不是乱打的。还行吧，潘森没大了，这样他就飞不了劫，他飞劫劫又崩了。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학살중입니다와그게전부냐没事，他去中路，我直接推线，吃他两层塔皮，堵他一手。有意不好杀，小扣一下。假装打不过，不在这个草丛啊，在这里，在这等着他，让他出来，出来把他杀了。他有闪着一波，注意啊！哎，往左边靠点，等他把扣放了的啊。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에이지가커로응아군이당했습니다기다렸다这波直接快速回城。这波直接快速回城。这也不快呀、啊，这不骗了个大吗？这不挺好的吗？他又没法飞别的地方了，他只要不飞我队友就行，飞我队友会比较麻烦。这个炮车应该不会掉。
아군이상했습니다传送了，传传吧，传送咱没办法啊。他传送我就只能多吃他两层塔皮了，兄弟们。来人了，来了个刀妹。我操他妈，我打不过他。我马上到啊，你等一会儿。这刀妹挺装啊啊。这有什么好装的？人挺多呀。这螳螂怂了咱咋打呀？哎，你们不怂我把他们都杀了。先来个布甲出门。那老头没大，他们不从我一直 A 能给他们都 A 死，我三项了都。我帮着解守备塔啊。咱真是不知道他有啥好膨胀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很奇怪。可以要，你去打吧。你去打吧，我把眼儿给排了。哎，没了。你没有惩戒啊？你跟我玩呢是不是？先杀蓝博，杀口死了。哦呦，可以。如仙有闪现，200块钱也不值钱呢，把上塔推了。
潘森没到，我们赶紧把那塔拔了。下路好像优势挺大的哈，嗯，对面小黄毛没啥装备，嗯，这波赶下去也来不及了，不管了吧，直接拆二塔，看他们能不能打得下来。你们不是要抓我吧？我觉得你们还不太好使。回家卸手，无敌了，卸手不加还，17分钟两件半。还猛的，卢仙不行，由我来干。刀锋上当了，那有沙扣的盒还往上穿。老头子减我速呗，老头子。哎，恐惧。我有血手，你们有吗？这还能帮了不？不管了啊，这波团咱肯定是不打了。我们现在需要一个魔切，我差300块钱，我得去上路收波兵打个红。这我可不管了。아군이당했습니다항상최고를추구해적을처치했습니다这明显是来逮我们来了，快跑啊，快跑。回家摸切。卢仙又死了。
小龙可以要，我们第三条龙了。江狗，跟我来打龙。我们扛啊，让打野来打龙。那打野怎么又没惩戒呀？开，打野没老没有惩戒，我们打龙这也不方便呢。也就是对面的潘森没有 Q 了，没有眼儿，他要有 Q 有眼儿，啪一个 Q 我们龙没了。集合一波退下吧。你在这等啥呢？你等蛤蟆呢？我们赶紧把下塔推了啊！再推。没事，我还有下一波呢，我就一直在这里耗。怎么的？你们四个人要杀我呀？不是吧，你们啊！你们四个人要杀我！我操！我你再说一遍，你要杀谁？你们四个人要杀我？给你点面子了，真是！我的天，敢逮我！谁你都敢抓？